let'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and forget in the morning. OK， 现在我们出来了，准备有请一下。对，感觉这样挺不错的，不建议一直说像逛逛长沙的。对，也没有什么好去长沙的。我没逛过，来这儿都是工作，工作完就走。然后今天有机会逛逛长沙的夜。You need to pick me up. 这个现在就闻到现在的味道。 I like to push my luck. So take my hand, let's take a drive. I've been living in the future. Hoping I might see you sooner. I want you to be the shotgun I need. And I've got one right.Let'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and forget in the morning. Hello. Hello. 我们要做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。你说说。非常恐怖的事情，非常有挑战的事情。对，我现在就现在一直在克服自己的心理。就是。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待会儿到我再弄。我现在正在做心理建设，我怕当场我就吓尿了。特别酷，我好慌呀，好了，好慌啊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我要询问一下124124啊，努力，心理建，心理建设。简直就恐怖的，都能流下泪来了。我说你，我们来看谁是谁。对，我觉得你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级。压哨。好，那我们就重点看你们究竟要去哪个。怎么克服这恐惧？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我们怎么克服。加油！啊哈哈！不想进去啊，好怕呀！啊，不行，我要。晚了，商场还开着吗？应该吧。我要去对面的 Seven Eleven 买点东西。去小吃街买的。对呀、啊，我整个人好吃一点。整个人好吃。先挑战，不问路人，不使用导航。怎么样？去找到一家好吃的臭豆腐。陈师傅臭豆腐做的挺好。没有，真的，臭豆腐，陈师傅臭豆腐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准备去买一盒试试，买呀买呀买，买都买都买。都买哪儿买？卖卖卖，都买都买。我们先到了第一家那个吃的地方，来两杯臭豆腐吧，三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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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人一碗，你差这钱，三碗啊，三份三份三份，臭豆腐还没吃完就得换你了，没事，怎么换这一碗多少个？一碗多少个臭豆腐啊？六个六个，那还好，六个大家肯定能吃啊，我现在很饿。
买呗，都买。不买大牌，一会儿要吃大牌。隔壁有大牌子，都买都买。哦，小狗。本来我喝到柴山，我喝了四天了。你喝了好多天了，我还想喝。一共喝了四，我也还想喝。我觉得，对，可以，喝吧。但是。长沙有什么玩的地方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长沙有什么玩的地方吗？我是外地来的，不知道。还有一片一片的，没去过。然后大家来景德镇的时候，过去逛他们还有其他的。可以啊，来吧，让我们来开个户。好吧好好但是他那个 WiFi 只能用两天，我都被他框了。我进去烂吗？但是要问有回馈的，肯定500块钱得值点回馈吧？不是辣吗？还要等我，还好吧？等我成年这一天，他要给我回馈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帅。OK，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叫什么地方，叫鱼刺街坡子街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坡子街。哇，好香啊，嘛嘛香的。哇，好香啊，闻到了吗？哦，有小摊摊，有小摊摊。哇，真的好香，有点像小重庆。哇，有很多摊摊，给你们看一看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场景，镜头翻转，别人不会以为我们在搞直播吧。我臭豆腐，哇，其实大部分店面还是关了，是吧？哦，前面好热闹一些。对，去前面吧，我们要跑到前面去了。沙华，你们有多久没有这样走在街上了？多久没有？忘记了。反正逛街太久了。辣椒，辣椒，辣椒。我要展示一下你的冰糖。
那个巷子。学校，太恐怖了，我太吓人了。那你们要喝什么茶水呢？喝茶花茶吗？还不是一个人放在这里吗？怎么跟我们一样？杨贵妃在哪里？看鬼片吧，大姐。恐怖的事情，然后应该看一点小猪佩奇。哎，他说小猪佩奇恐怖。哇哦，那我们就看小猪佩奇吧。不要不要。不要看啥子？我不要看，真的，哎，嘲笑一下自己。但是小猪佩奇可爱点，太恐怖了，不要看啊，不要看。要不然你心理建设都白做了，多亏呀、啊。白做。怎么这么大的猪？你看，这趟恐怖之旅，乔治来了。乔治会拿着他的那把刀砍他。好吓人啊！你看好吓人。手机放哪儿？砰砰砰砰跳跳的。没吃下去，不行。没事，我只是嚼了一下，还没吞呢，还没吞呢。我们吃，我们吃。可恶！我吞了，我吐了，因为我跟他有约定。嗯。晚上不能吃夜宵，但是我们要吃饭呀。
吃，待会儿也要吃。那我好浪费啊！仙女公主，我。乔治不喜欢自己玩，那我来跟他玩。这我的洗手间换算这咋办过啊，我每次找份儿说我想吃他都不给我啊，你有说过吗？怎么现在开始凭空造谣我了？你绝对吃过我是吧？没有吧，当时拍《PUBG》的时候听他们煮了一碗，你绝对吃了。不是，是他拍微博，是吗？反正我觉得他们煮了一碗，你没吃。哦，我当时没吃。你要没吃的，我真没吃。我哪次煮东西你不来吃一口？那是我真没吃。哎，真不好意思。哎，朋友们看一下，我这是臭豆腐，但是吃不着。哇，这个汤好辣呀！要一份就好了，一份吧，一份。啊，还有一份。没有，它是英国产的，英国出来的。一份那个大碗。一个大碗。对。对面还有一家。我想吃生蚝。马。我想那有生蚝。马。是呗，还是说自己买的？这边是不做产的。啊，他们吃点，给飞哥吃点，可以。给我们老板买两包。好嘞。我们这个产品比较特殊啊，都是请大学生，两个主创人，一个是来自于北大的，他们应该。我去买水。算了，买水。没水呀、啊。我去买水。我去买生蚝。这个是买回去自己炸的。那就算了。我可以买回去放宿舍让阿姨炸。嗯，买点茶。买茶。看一看。杨翔，等会儿过来哟、哦。好好好好好。来来。我要去买那个四个柿子。什么呀？先等一下，等会儿过来啊。啊，这么大一袋，好的。我买了好大一袋。好了肯定会有的，不是说走两步就有吗？那个玩意儿。吃啥呀？四个柿子。你要先吃生蚝吗？还是先去买水？先去买水。这边吧，这边。哇，好辣呀！我寻思啊，肯定前面就有，不出意外。我真的辣的不行。说不定正好卡在打烊之前。杨翔那边我感觉都要好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怎么又是你？他怎么来找我们呀？我们去找他们呀。那他们在哪儿等我们呀？他们就在那儿等我们。要不给他发个微信说一声。他们都吃了副的标啊？能吃辣吧？可以吃辣，可以吃辣。能不能吃辣？沈老师不是对吃的没啥追求吗？但是你好像还挺喜欢臭豆腐的。因为很辣的，就比较，我觉得是用上瘾比较合适。我不信有人吃辣不上瘾。
什么的，就吃辣吃多了之后会有上瘾。那在长沙除了吃好吃的，有没有还想做的事情？随便什么都可以，是不用管实不实现都可以做的。啊，别就吃啊，对。去了最近的一家便利店，便利店。哎，我点到药丸了。前天睡早起早落，好多人在锅里佛脚，我小伙在那里等你。戴耳机。让我打错了。那我先偷吃了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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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好，谁哟？他，你们在买茶颜悦色，但是他们叫我在这儿等着，待会要去对面把那个对面的臭豆腐也买一买，然后。正好也买一下。这一期叫什么？这一期叫长沙小吃特评，我都想好了。鱼虾就是好吃，它的辣和前一个臭豆腐的辣我感觉过了，也没有问题。斑马蟹。那种一下淋到这儿，一下淋到那儿，那种区域。你真聪明。这个这虾滑来的。虾滑。这个虾滑混杂着剁椒的香味和葱的香味，让它们混在一起，然后再配上它自己的鲜嫩，吃在嘴里，这还行吧。想要慢慢飞，微风轻轻。
最大的坑。大家好像还是要走不了。这边是秋冬了，不然我还想买。足疗做过吗？之前没有，足疗都没做过。小刘做过吗？他也没做过。聊了吗？嗯，他肯定没做过。做过，我看我妈做过。我妈那个技师就是刮那个脚上的死皮，很痛的。真的？我妈说一点。你们两个耐痛能力怎么样？我超强的，我拔牙都不痛，再比你牛牙根子。超强的，再比你牛牙根子。哦，说起拔牙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是反面教材。我开刀了，你开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可能也没开。我问了，姐姐，你跟我，我也换。是不是我赢了呀？出去那边再来。二十年，你皮啊！一边啊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是那个不？聚餐，你真的是划拳从来不怎么赢过。我们规矩给他摸透了，还不怕？石头剪刀布，这是出的布啊！撤步，我拿手机而已。拿手机，哦，剪刀好来呀、啊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石头剪刀布，好，那看你说的不服气呢。石头剪刀布，来，好。能听见说话吗？看那有卖长途的呀。走啊。哎，糖葫芦。哎，您好。您好，这是怎么弄的？哪一种口味的，师哥？我想草莓的。他应该又给我打电话了。啊，喂。我马上回来了。喂。喂。哎，为什么刚才那个电话就接不通呢？喂，信号不好。哎，怎么还有这个？哎，我们不是要草莓的吗？没，在这里。拿个袋子给我捞。马上，在回来路上了。来了。哎，你水果在这里，记得在哪？你就在那儿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哦，好了。好，马上啊。好，等一下就到。可以来一碗臭豆腐吗？然后。这个生蚝是吗？还有吗？没了，那就来一碗臭豆腐。感谢大家收听。感觉这两天录节目的感想是啥呀？就玩得很开心。毕竟快本从小看到大，现在终于上了，什么感觉？哇，这感觉自己不一样了。嘿，就是说上了快本之后不一样，我发现就是到了开始录之后，包括录完，整个人
不一样了。我要是换之前的我的话，我会非常紧张，非常紧张，不可能在舞台上放得那么嗨。但是就是这次录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很轻松，放得很嗨，就感觉自己不一样了，变了，成长了，开心。然后还有一碗，这两个看着就不一样了。等会儿把镜头往前回掰一点。啊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这样吗？哎，刚刚好。一下子就买了这么多。他们好像又买了车。又买了。我们先还没到的地方，先吃饱了是吧？差不多吧。买个臭豆腐人丢了。长沙果然吃的多啊！我之前就听别人说过。那确实。但是我之前每次来长沙都是因为工作，所以说我没感受到有多好吃的。长沙在重庆，还有昆明，是不是吃的都不咋？今天见识到了吗？他们刘备厉害的。我是应该先找个地方坐一会儿，等会儿。玩气球哦，看到了看到了。